阿姨，扫地呢？这边徐哥，我们又来了。徐哥，昨天吃你做的饭很好吃，我炒了一个鸡。没有，我们昨天来的时候啥也没拿，然后吃了你的饭，感觉非常不好意思。我们今天过来给你送点东西。哎呀，你可是七号，不是，你也不要推辞。然后就是我们昨天看到你不是背着那些货下山卖比较困难吗？是。然后我们决定今天帮你去卖一下，行不行？啊，行啊，好吧。就是有多少咱们卖多少，看有没有其他也需要帮忙卖的。也有。今天我们就专门帮你做这个事儿。啊，行不行？行，那我们。下去一会儿，你们就给我们下来，那我们咱们一起直播间给大家见面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走了。我就带着东西，怎么了？我就带着东西，带点东西又要，我们什么都不拿了。这个又要让我们拿东西，拿啥呀？不会是腊肠吧？金银花，我自己摘。哦，自己摘的草柴火。草柴火。哦，这是我自己摘的。这是你自己摘的？哎，对的。这是在这个山上？山上摘的。哇，这是好东西。哎，现在这秋季正需要这些东西。包包就摘的。包啊？就是那还得包包还没开花。哦，包包还没有开花，就是含发方带化的。对，就把摘起回来。含苞待放的意思，含苞待放的意思，是吧？哎，真大有事儿，这很贵重啊！你这样，大爷，我们要不要这么多？我也知道这个东西不便宜，我就少拿一点就行，剩下这些咱们一会儿直播间我能帮你卖掉，行不行？给你换成钱，给你换成钱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太好了。知道我爱喝茶，这个金银花，对，行，那啥人希望都可以喝。行，我们给打个招呼，一会儿咱们直播间见，好不好？好，行。